佛弟子除了制度之外，还要有度他的精神，才能够建设人间净土。佛寺道场除了讲经说法外，也兼具了行善助人的功能。天月山梵音禅师住持智续法师开示，佛弟子除了自度外，还要有自度度他的精神，为社会建立人间净土。佛教团体呢，不能够说只是自度，也要走入社会，走入社区，让大家能够了解佛教，大家能够一起来从事这样慈善的工作。因为我们佛教呢，就是弘法啦、慈善啦、济度众生啦，就是救度众生啦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所以还有我们的那些文化活动，我们也会热心的参与。所以我们在佛弟子里面呢，不能够只是说我们只是追求自度，还要有自利利他、自度度他的精神啊，大家来一同，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人间的一个净土这个目标来努力。千佛山慈善基金会长期走入社区，实践自度度人的精神，除了发放物资与边缘户外，也致力宣扬佛陀慈悲精神，让大家都能升起慈悲心，行菩萨道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。